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豪。这个春节你们有没有出去玩呢？我第一次没有跟父母一起过春节，准备去一趟俄罗斯。话不多说，出发吧。前往圣彼得堡的旅客请入座。早上好，现在是这边的10点整，感觉俄罗斯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冷。发现我可以把在复发的人衣服给变绿。其实我这次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追随极光，前3天的话就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，现在才是我的重点，我要去追极光。希望今天能够看到极光。现在极光猎人越来越多了，这么多人都在等极光。啊，好像太黑了，也看不到多少了。一个阵营好像看不到极光了，然后极光猎人就把我们带到第二个地方。刚刚极光猎人说，可能今天因为是阴天和下雨，可能很难见到极光了。昨天晚上追极光追失败了，所以今天一大早我们先去节里，现在是这边的9点钟。Hello， 新年快乐！喂。现在好冷，我感觉可能有-40度吧。Hey boy，
这就是传说中的网红秋千，但排队的人太多了，我就不去蹭这个热了。来俄罗斯的第一天，来到俄罗斯的第二天，来俄罗斯的第三天，来俄罗斯的第四天。